第12题，有关现在使用的各项材料说明，选出错的。A 选项，矽芯体是半导体的主要材料，正确。好，是用矽。第二，光学纤维是以二氧化矽作为主要的材料。好，光学的纤维是用二氧化矽，那二氧化矽又叫做石英。好，我们是用石英来当作光纤维的。好，第三，乙背酮氧化物是高温超导的材料，正确。第四，纳米科技是指纳米新物质，不是新物质，纳米是尺度，占纳米的尺度下的材料，相关的材料科技叫纳米科技，所以错的是第四个。